家，嘿，大家，今天我们要玩看守乐，建彤出来吧。嗨，哎，他在这里。Yes， OK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看守乐，来，我们玩有 round two， 到 round two。来，我们先讲规则先。第一个开始就是先开始点，然后 OK， 然后聊，然后你就。然后输的人要拿一个 lemon 咬下去。第二场比赛，我在十秒，没有，甘蔗十秒，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甘蔗那碗。如果你赢的话，你就可以放出来；如果输的话，哎呀，输的话你要再拿另外一个再吃下去。好，那就你说。好，大家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 lemon， 然后我们玩三场，所以已经我已经准备了。好，对，好，我们就开始。第一场，输的人才干，这个很难呢。我把你们放在这里。哈哈哈。哈哈哈。好，我们放我的 bandy。OK。大家，我输了，我说有一次，不爽，只一个你，你吃了吗？来，我换deck先，填下去，我用我的最本事最厉害的deck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赛。对，还没啊？Train cam 开始 go。OK， 快点啊！你到底有几痛苦啊？来，走下去。所以他现在刚，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，subscribe 吧，还有 subscribe 我。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也是按个 like。OK。还有最也是去那个小铃铛那边啊，找我的 subscribe 表，去小铃铛那边，然后别躲避我，去小铃铛那边，然后按它一下，你才看到我最新的影片。OK， 拜拜。